大家好，我是 Masa。这次我要介绍使用纽乐条做的超级浓香的马铃薯炖肉。纽乐条的特色是有带筋的部位，透过足够的加热流程就可以享受又嫩又咬劲的口感。但是这次的料理的组合搭配马铃薯的话，难度变高一点，因为还要关注马铃薯的瘦度，也要预防煮碎。这次利用非常方便的锅子来轻松做出来两种食材都理想的口感，它就是这一锅，它是三摩式焖烧锅，它是利用保温的方式加热，因为没有在炉台上用火力一直加热，锅子里面的食材不会滚来滚去，保持食材原来的形状，你只要调味好之后装在外锅里面就好了。这次的口味我选了西式的奶味，跟白饭或面包一起都很适合哦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做。好了，这样子食材都准备好了，接下来各种处理好的材料放进去开始炖煮。使用焖烧锅的好处很多，因为它是用余热的方式加热，没有一直在用火力加热，可以省瓦斯或电费，而且没有在用火，不用一直在厨房关注锅，有在焖的流程中还可以做别的事，接下来的步骤也很简单咯。好，那我们就继续做。OK， 这样子就有超级香香好吃的牛とじゃがいものクリーム煮完成啦。好了，
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吃啦，我闻到很多香味，太棒啦！那我先吃这个肉块，这个叉子就很轻松可以插得进去。では、いただきます。嗯，肉的口感刚刚好，牛肋条的旁边有这个筋嘛，吃到那个部位就有一个咬劲的口感，然后中间的肉块是煮到非常的嫩，就是可以想说两种不同口感的肉，真是太好吃了。接下来我来看看这个马铃薯，切切看咯，哦，漂亮，好，いきます。嗯，这个马铃薯的口感也非常好，放入嘴巴就马上融化的样子，就是里面的那个马铃薯它状态是非常的 creamy， 可以享受这个浓郁的味道，而且里面有加入了黄芥末汁酱，它的那个微酸的香味吃起来变成非常的清爽的。好了，这次介绍的料理也非常的简单，这一锅不止保温保冷的效果也很好，冷却好的食材像是甜点放进去外锅里面就可以保持冰凉的状态，还有露营外带食物时候使用也很方便。如果想要更详细的介绍请到尚博士的官网，希望大家轻松享受美味料理，谢谢。